大家平安。3月29号是受难节。英国有一个著名的电视公司叫做 Sight and Sound，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影音电视公司。他们向全球开放，他们花重金精心做大型舞台话剧《耶稣传》。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？有人看过啊？有人看过？我和我的全家人都观看了这一部《耶稣传》。那么这个《耶稣传》里面有一个情景，就是耶稣呢医治了一个瞎眼的人，然后用唾沫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。然后让他去毕士大池去洗，那人去洗之后，眼睛就得医治，回来以后就大声赞美神。这时候啊，我想李牧师可以引吭高歌，和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忽然间画风大转，就在这个剧中，大祭司带着一群法利赛人和文士，然后呢，来到现场之后，就大声质问是谁引起了这样的骚乱骚动啊？大祭司和这些法利赛人为什么不能够认识真神？为什么不能够去行神的道？那么世人也是一样，为什么不能认识真神？为什么不能行神的道？甚至于我们信主很久的基督徒，我们很多时候是软弱无力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行神的？我们来看我们的经文：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向门徒多次多方显现，然后把福音的大使命托给门徒们以后，就升上天，回到父神的身边。耶稣说，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不久之后，五旬节大大降临，初代教会建立起来，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一天的下午，就是申初的时候，3点钟左右的时候，彼得和约翰和往常一样前往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当时近前的犹太人每天有3次定时的祷告，那么分别是第30、第60和第90，也就是早上就是四初、晌午，还有申初就是下午3点钟，在圣殿的一个门口，这个门叫美门，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，天天被人抬过来做熟人的周济，这个人生来就是瘸腿的。不能行走，不能站立。要我们可以推测，他也没有机会去接受教育，然后学得一技之长，用来去养家、维持生计。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多久在圣殿的这个美门口乞讨为生了。圣经说，这个人当时已经40多岁了，可以想象他从生下来到现在这个40年的里面，真的尝遍了生活的辛酸，没有生活变好一点的盼望，更没有身体得医治的盼望。在他没有美好的明天，没有这痛苦的没有尽头，他只有失落，他甚至于要承受许多人给他定罪啊！你这个样子，你这个光景，是因着你犯罪得罪神，
他这般痛苦是罪有应得。我想他承受的痛苦啊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可以略知一二。也许他自己也是这样看待自己啊，他甚至恨自己的出身，恨自己的生活。然而他也没办法，只好这样得过且过，过一天算一天。今天这人和往常一样，向周围经过的人求周济。这个时候彼得和约翰来了，我们不知道彼得是第几次看到这个人，我们不知道，也许主耶稣当年也真的也看到过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祈祷时间已经非常长了。然而这一次的相遇却非同寻常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吩咐他们两个，要他们为主做一件特别的工作。我们不知道彼得是在来之前呢，还是在来的路上，还是在看见这瘸腿人的一刹那，他求问天父的旨意，明白的旨意，他并且勇敢地领受了天父的旨意，他决定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医治这个瘸腿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常常求问天父的旨意呢？等天父要你去的时候，要你向一个特别有需要的人，一个家庭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回应说，主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为你而去，我愿意奉你的名做你的工。大家都知道，前不久彼得信誓旦旦的要跟随主，但是却在人的三次公开的不认主。彼得曾经历了主耶稣行的许多的神迹奇事，甚至靠着主的能力行走在波涛翻滚的海面上。后来他怎么样了呢？他却退后了，他重操旧业，去打鱼为生。我们也许也像彼得一样啊，会跌倒软弱，甚至于不想再跟随主了。但是当彼得约翰他们从主领受了大使命，真正领受了主耶稣复活的大能，经历了五旬节圣灵的洗礼之后，他们彻底改变了，他们的生命翻转过来了。他们今天要靠着主耶稣的名，像主耶稣一样行神迹医治人，不仅仅医治这个瘸子的身体，还要医治成千上万人的心灵，让主耶稣的生命之光照进他们的心里。彼得、约翰不约而同的对眼前的这个瘸腿人，病了40年之久的人，产生了深深的爱和怜悯。这是发自肺腑的强烈的爱，周围人的施舍和怜悯完全不一样。这是来自神的神圣而坚定的爱，是恒久忍耐的爱，是赦罪挽回的爱，也是充满能力和盼望的爱。彼得和约翰就用这种爱的眼光注视这个被世界忽视的一个瘸腿人，以至于这个人呢也感到奇怪，心里面升起了盼望。也许他眼前的这位先生是一个富翁，是一个大善人，他会赏给我一笔金钱吧，说不定可以维持我一周的生活，一个月的生计。彼得和约翰定睛看他，确认了上帝对这个人的旨意，就对他说，你看我们。
就有人抬起眼看着他们，也许在他眼中，他看到的是两个热心人，两个好人，他只想得到一点金钱的施舍和赏赐，然后他却没有看到，彼得和约翰身上所带出来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他更不会奢望自己并让自己人的身体会有治愈的可能。啊，今天这一切都要因着主耶稣改变、痊和医治，并且马上要跳起来赞美神。而且逢人就说主的大能，而且要在千人面前、万人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，而且要与主同工，与彼得、约翰一起领千人离开罪恶、离开黑暗的辖制，进入主的救赎恩典当中。瘸腿人怎么也不会相信。他曾经分文的上帝，今天要借着神迹奇事亲自显明在他完全不配的生命当中。他曾经分文过的上帝已经垂听呼求和哭泣，已经看见并怜悯了他的苦情，并要将世人眼睛未曾看过、耳朵未曾听过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医治和救赎洪恩赐给他。彼得看出他的心思，也向他直说：“他说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是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”彼得意思是说：“我没有你指望维持生计的金银，我却拥有能够医治你身体、救赎你灵魂的主耶稣基督，而且我们的救主耶稣愿意现在就医治你的身体，还要让你完全得治愈，让你可以自由的行走，自由的生活。罗马天主教奉彼得为首任的教皇，到了13世纪初的时候，教皇的权力达到了一个顶峰。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做多马亚圭纳，有一次到教廷去觐见教皇，当时教皇正在收敛一笔数额巨大的金钱呢。教皇看着这笔巨款，心满意足地对神学家说：“哎呀，教会再也不必像彼得那般的说没有的话了。”没想到，多马却回答说：“那是当然。可惜教会现在也不能像彼得那样说‘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’的话。彼得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行医治的大能，宣称他是神的基督，他就是弥赛亚，让瘸子和周围的犹太人清楚知道他所传讲的耶稣到底是谁。我们回到经文当中，彼得于是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此处可以看出，彼得对主耶稣的信心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真实。他相信上帝已经听了他的祷告，完成了，或者说正在完成他伟大的医治神迹。路加福音7章22节记载说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去，把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。”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洁净、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这个瘸腿人亲身经历了主耶稣的医治恩典和大能，他就跳起来、站着，又行走，同他们
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他一尝到主恩，就开始了赞美，他就停不住脚步的赞美，他跳着站着走着不住的赞美。他从美门赞美到了圣殿赞美，出了圣殿仍旧赞美。他在所罗门的廊下赞美，逢人就说主为他所行的神奇医治。耶路撒冷圣城里的百姓看见这个群突然间可以行走了，而且还在不断的赞美时，就满心的稀奇惊讶，以为彼得有超能力可以医治，于是人们就围住了他们，想探听究竟。这个时候，一场伟大的布道会就开始了。圣经说，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，男丁数目约到5000。弟兄姐妹，哪里去找这样成千上万的人的一个布道机会呢？这是一场万人布道会，这场布道会后将有几千人信主，获得崭新的生命。原来彼得做医治神迹，真正的目的是要向万人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彼得说，以色列人呢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我们的，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？人总是喜欢追求神迹，但却看不到神迹后面的上帝。人总是喜欢追求福气，却不去信靠赐福气和平安的主耶稣。人总是喜欢把荣耀归给人，却不认识真正拥有荣耀能力和权柄的神自己。抵挡上帝，与神为敌，然而神的计划却必然要实现和完成。他的大能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。今天的医治神迹，不是因为瘸子有什么特别，也不是因为彼得和约翰有超然的能力，那是因着他们信耶稣基督的名，因着主所赐下的信心，这人就得了医治，而且痊愈了。三章十九节说，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面前来到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，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赐福给你们，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。我们如何脱离罪恶呢？就是要悔改归正，归向主耶稣。主的宝血必然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。感谢天父，他已经差遣他的独生子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，设立了永远的赎罪祭，也是完美无瑕的祭物。凡信主耶稣的，他的罪就得天父的赦免了。兄姊妹，愿意更深的来信靠主吗？愿意为主得人如得鱼吗？你愿意时时的赞美主，让你的见证成为神手中的工作，让你成为周围人的祝福的管道吗？不是靠我们自己，乃是靠耶稣基督，靠圣灵的能力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你愿意因着今天的信息，像当初的那几千个信主的犹太人一样，谦卑自己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吗？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
我们感谢你医治的大能，感谢你救赎的洪恩，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舍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，让他承担我们一切的罪孽，背负我们一切的过犯。天父，不是当年的犹太人定死的耶稣，乃是世人的罪，乃是我们的罪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你领受你复活的能力，让我们从你领受你复活的生命，让我们里面生命运流直到永生。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改变，可以时时的分别为圣，单单归给你。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所依靠的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，愿你明德荣耀，愿你明德称赞，愿你明德赞美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阿们。